啊，当高中女生啊，对平衡爆棚的荷尔蒙，还有好玩的社交生活。也有些女孩很求关注，喜欢闪耀登场。要来学校集会吗？哈？哦，要签名啊！当女孩真不容易，来看看当女生是怎么回事吧。原来要一小时才能够看起来完美无瑕，那寻找完美唇色呢？会花更久哦。当然要涂红色啦。来看看哦，又不是要扮小丑，或许莓果色会好一点。这比前两个加起来还要惨。对于女孩，就算是最小的决定也超困难。看起来都差不多啦。等等，就是这个，终于下决定了。但代价呢？我不知道我涂了这么多卸妆棉，救命啊！来吧，快擦掉。我做了什么啊？天哪，有东西跑进眼睛里，我需要个镜子。太棒了，让我偷偷看一下怎么了。哦，跑掉的睫毛，我就知道。既然都在这里了，就得善用一下镜子啊。牙齿很干净。是卡了鼻屎吗？快出来！我的天哪！你在干嘛，女人？没事没事。赖在沙发上最棒了。谁的讯息啊？很晚了耶。认真吗？还真是没有心情耶，就像大多女孩，背体也会变脸书哦。再一点粉，一点睫毛膏也很有用啊。点些颜色上去，糟了！但放下包头乱发时，才是真的魔术时间啊。得把打结给梳开，藏好耍废的痕迹啊。还不算邋遢，只剩一件事情咯，假掰时间，宝贝。它让一切看起来超轻松的。好咯，像这样就能回来做正事咯。还来啊？我当然知道喽，我可以继续吃了吧？有没有曾觉得好像有东西在附近呢？可惜兰娜太认真滑手机了。嘣！我的手机！哦天哪！我再也看不到它了。这沙发洞什么都有，它怎么掉进去的呢？我适合金发吗？这肯定是你的。这是什么？我最爱的口味。要来一片吗？继续搜寻吧。哦，这东西有尽头吗？怎么跑进去的？这是你的哦，兰娜。好吧，继续找手机咯。哈，我想这是鞋子。还真臭啊，天哪，背体超臭耶。呼，来看看哦。天哪，你还好吗，背体？
还行，应该吧。我下次会轻一点的。我的水瓶，我之前到处在找，应该快挖到手机了。耶、yeah ！我还以为弄丢你了。好啦好啦，这我拿走喽。在研究新流行吗 ，Lena？ 哇，觉得我能试试这个吗？魔法面膜配方，我有需要这些原料吧？只需要咖啡豆、糖，好吧？都拿好了。Lena 的居家方料好喽，等等肌肤就会超美的。从咖啡豆开始，好像在做魔药一样。呼，放一点盐。好哦，太多了，以去角质之名，为了变美啊。彩虹糖屑，可不能少的巧克力。好耶，撒进去吧。最后是巧克力粉，再一点魔法。好喽，该来试试喽。当自己做比较好玩时，谁还要买昂贵面膜呢？我的肌肤真美味啊。耶、yeah, ，该来放松了。20分钟到了，来看看我的光滑美肌。只要一点温水。啊！什么？我的脸！天哪！快洗掉！巧克力竟然会留渍印吗？早知道该去专业方疗，得用个干净的。不，还是没有用。哦，这你确定吗，兰娜？我毁了我的脸。为派对打扮很好玩，虽然头发看来很美，但感觉可能不太舒服。拜了各位，我先走了。天哪，回家真好。首先要干嘛呢？拔掉这些折磨人的夹子。瞧这东西，感觉好多了。乍看还好，但一个小包头可能藏有1000根夹子，能这样塞也真神奇。终于啊，头发自由了。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睡衣时间，宝贝。啊，忘了还有一根夹子啊。美丽的代价。好哦，女士们，以上有多少画面让你感同身受呢？当女孩真的不容易吧？这部影片有漏掉什么爆笑而折磨人的女孩问题吗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吧，并和女神朋友们分享这部影片，让她们也笑一笑。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任何内容哦。你看过这些了吗？快去看看吧。